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来到恩宠快讯，新年快乐！在这里，恩宠灵粮堂要跟大家拜年，希望大家今年可以恩宠满满，愿上帝与各位同在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回顾2023年，真的是充满了神的恩典，处处经历神的恩宠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展望2024年，即将迈入恩宠灵粮堂第10年的时刻，要祝福我们的教会团队越发的强壮和复兴，门徒也更多的兴起，能够为主得着福音的果子。也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和家人，你们的家充满了幸福、美满、快乐和健康的关系。是的，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我们路上都抵下他的自由，叫我们能够经历他自己的丰盛。2024很特别的一年，你看24是12+12，你知道12在圣经里面就是属天的完全。上帝要祝福我们，叫我们多多的领受今年2424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在凡事上经历属天的丰富、属天的祝福、属天的恩典、属天的突破，都会在今年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感谢主，今年是活出美好的一年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祝福你，在这个新年的日子里面，我们要一起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感谢主，今年必定是活出美好的一年。上帝祝福你，新年快乐，家家平安。阿门。第一牧区祝大家新的一年义无挂虑，唱赞歌，平安喜乐送主恩。以马内利，神时时与大家同在哦。Do something new in my heart. Do something new in my heart. Do something new in my heart. Oh Lord. 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！祝福大家新的一年，生命更新，财富更多。活出更美好，身体更强健。2024年，我们一起步步高升，满满恩宠。2024年，祝福弟兄姐妹，祝福你们。你们在田间蒙福，你身所生的，你地所产的，你牲畜所下的，你的筐子、你的团面盆都蒙福。祝福大家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幸福环绕，快乐满分，健康好，家庭美满又幸福，心想事成，步步高升，一路顺风，幸福美满，人团圆，福气满满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祝福大家2024年活出美好的一年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亲爱的恩宠家人们，新年快乐！祝福恩宠的家人们在新的一年年年有余，然后直至无处可容，让你的经济财富越来越兴旺。也祝福我的每位家人们，在新的一年的里面，不凭眼前所见，让你运行在更高层次的信心领域的当中，而且经历神在你生命的当中来成就超自然的神迹。阿们。下周六的信息是由邱婉琪牧师带来的《火力全开》第2集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是不是有很多状况力不从心呢？是不是有很多的想法，可是却苦无办法呢？想要得到答案吗？
记得不能错过2月17的信息哦，让你今年2024工作、财务、爱情都火力全开。下周日，久违的蔡淳信弟兄终于要来访喽！每一次他的信息都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，非常期待这一次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？别忘了过完年来领受祝福，赶紧将这一天登入你的行事历吧！2月18号，礼拜日，欢迎我们的蔡淳信弟兄。你感谢神的话，你会给上帝些什么？不是说上帝很穷有这个需要，但是这个动作是要帮助我们呢跟神呢更亲近。原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力，若你信了主，你爱他，你有感恩的心，这三样不难呢，你这一辈子绝对被搞定。基督徒，你就在那个律里面，好的事情发生你会很快乐，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刹那不会有感恩的心。 OK， 之后有感恩的心去对待他的话，神会把那件负面的很凄惨的事情那个祸转成为福。 Amen。在很小的事情上你持续的感恩。今年的全人更新营充满了圣灵的工作，在营会中大家都得到了很大的释放还有突破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次的回顾影片吧。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我甘愿谦卑顺服。
靠你的恩典，我甘愿谦卑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跟左右两边的人说：提早预备心，与神更亲近。15分钟前领受神恩典，恩宠快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